今天是第三天的第一档。然后现在里面有两只四星的，三只没有看到五星耳花，四星有机会吗？这决定都还没打到四星哎，连四星都没拿到。你选的什么？哦，哎，他直到沙奈朵了，直接喷沙奈朵，太夸张了。第三天第一只四星，第一只四星达到了，目标达到了，等着五星了，等着五星了，赶快把五星叫出来吧，沙奈朵。哦，破表了，257，吃惊的程度太夸张了，五星出来吧，有，啊，怎么是21局？这次派上两只超梦，不同的超梦，两只超梦同时上场。一个是超梦，一个是超梦，看谁比较厉害。捕获时间到了，这一定是必中的啦，两只必中。等下就来个大师，然后就要。1、2、3、4，一定中的。又有气息了，太厉害了！你今天又有气息了。叫出谁来啊？我现在叫出哪一只？可以把那一只叫出来吗？五星的，哇哦，文香君，哦，马路马基亚纳，球，哎呦是超级球哎，看一下超级球的结果如何。哇，四星跑掉了，可惜啦。好了，好，现在换我每日一次，每日一次，洗干打完换换我，看会不会出四，可不可以五星叫出来？就前面这一只好了，好帅啊，可以出来的吧？啥鬼？今天都走四星而已，没什么好挑战的。现在而且是大局只有三。只有三星可以打，我们四星都哦，三星出来了，都喷到了，大草了，大草了，喷到了。三星又来，我们今天是两只这个的沙奈朵。对，那刚刚应该是四星的。刚是四星的沙奈朵，现在是三星的沙奈朵。因为是天草喷三星。这上次也是喷过，今天竟然打到同一只，一个是三星，一个是四星的。84，今天你比琪琪还高哎！会不会把没路没打？哎，有一次新的出来的感觉。那个我没有。啊，怎么没有我们看到的喜欢的？丢球了，丢球了！如果这时候用那个大师球太夸张了，还好是精灵球。啊，不要算了。哎，跑出一只意义，交换交换交换一下，有交换呢，真的有交换呢，换啊，啊，就知道，哦，太棒，你有气息了，总是可以把四星叫出来的吧，732，这么小，陨石了啦，应该。四星该出来了吧？有了有了，四星跑出来了。来来来来，丢球的手气了，丢球的手气了。大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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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差一点！啊，差一点啊，精灵球。1、2、3。啊，跑出来了，没有成功，下次再来，明天再来。喜欢我们频道，喜欢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还会选的。喜欢频道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